就在公元前121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历经三次河西之战的霍去病和他的精锐部队纵横驰骋，终于全线打通了河西走廊，著名的河西之战落下帷幕。连续三次河西战役对汉匈双方力量的消长产生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匈奴再难以依靠西域地区诸国和羌族诸部落的人力物力资源，从西方发动对汉的进袭。汉帝国西部边境地区也由此获得了相对安定发展的有利条件，并形成了从西面平护京师长安的安全地带。这一年，汉帝国首次设置武威、酒泉两郡，河西走廊并入中原版图，而青春洋溢的霍去病刚刚19岁。经过河西之战后，汉匈战争的攻守态势发生逆转，但北撤的匈奴并未屈服。公元前119年夏，为巩固河西战果，卫青和霍去病各带一路大军，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漠北大战，直击匈奴单于本部。霍去病的部队在全歼匈奴主力之后，一路冲到被匈奴人视为圣地的狼居胥山，并率大军进行了祭天仪式，史称封狼居胥。从此，匈奴再也没有能力和汉朝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这一年，霍去病22岁。此时，汉帝国国力强盛，蒸蒸日上，不仅陆续收复了秦帝国时代的领土，还继续开疆拓土。在今天的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宁夏、甘肃设立了郡县行政建制。在汉武帝心中，他强烈渴望能建立一个疆域万里，远方的人将通过九重翻译来朝见，在邻邦中建立威德的国家。河西之战结束后，汉帝国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打开了。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再次征召从巅峰跌落谷底的张骞，第二次代表国家出使西域。被任命为中郎将的张骞，率领一支300人的庞大使团，携带帝国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和牛羊篦帛等财物，浩浩荡荡地向西域进发。此时，河西走廊已在汉帝国掌控之中，张骞和他的使团不再担心匈奴轻骑的威胁与骚扰。当年张骞在离开西域时曾郑重许诺说，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的。如今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这一次他顺利抵达了西域的乌孙国，表达了结盟的意愿。在这期间，张骞还派副使分道赴大渊、大肉支、大夏、安西、渊犊和天山以南的于田、淤弥等地进行访问，在汉帝国与天山南北及中亚地区之间建立起了友好关系。张骞和他的使团将来自中原的物产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传到了西域。
西域的明马、银器以及毛织品等当地特产也源源不断传到了中原。西域各国纷纷遣使来汉，开始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广泛交流，这在河西走廊很多现存文物中都有所体现。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杂技纷纷进入中原。我们今天熟知的葡萄、胡萝卜、石榴等瓜果蔬菜，以及骆驼、狮子、鸵鸟等物种，也陆续沿着这条走廊传入中原内地。毫无疑问，张骞的第二次出使促进了西域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奠定了中原王朝对新疆地区的管辖和开发基础。遗憾的是，河西走廊上出现的繁荣景象霍去病无缘再见。公元前117年九月，年仅23岁的霍去病突然去世。他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犹如一颗耀眼的彗星，光芒四射地划过天宇，又匆匆地消失在茫茫的夜空之中。悲痛的汉武帝用国礼厚葬了自己的这位爱将，并把他的墓修成了祁连山的样子。他的灵魂与河西走廊融为一体。还有伫立在时光斑驳的岁月中的马踏匈奴雕塑。时至今日，在河西走廊东面的兰州市，依旧素有霍去病的巨大雕像。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位征战河西的英雄。在霍去病辞世2年后，结束了第二次西域之行的张骞被汉武帝任命为大行令。只可惜这样的荣耀来得太晚。一年后的公元前114年，张骞与世长辞。由此，一段波澜壮阔的铁血岁月落下帷幕。公元前112年十月，45岁的汉武帝刘彻率领上万骑兵部队出巡雍州，最后抵达甘肃靖远的黄河岸边。秋季的黄河汹涌澎湃，汉武帝向着西方极目远眺。此时此刻，远方的祁连山，连同咽喉一样的河西走廊，已经成为中原版图的一部分。汉帝国的使者、商队、军队正通过河西走廊源源不断地奔赴富饶的西域。尽管他一生中都没有踏上河西走廊，但他知道，为了打通并且经略这条走廊，有无数汉家将士为之浴血奋战，钟鼓销魂，长眠戈壁大漠。但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一年以后，公元前111年，汉帝国在河西走廊的四个行政管理区设置完成，他们是武威、
张掖、酒泉和敦煌。酒泉、敦煌扼守西部关口，张掖居中，武威则临界古金城府，也就是现在的兰州。河西四郡的每一个命名都有着独特的含义。武威即武功军威之意，以显示汉帝国的武功和军威到达河西。张掖，断匈奴之臂，张汉朝之臂业。酒泉，扼守河西走廊西北要冲，因城下有泉，泉水若酒，故名酒泉。敦煌，即盛大辉煌之意。汉武帝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将他经略西部的梦想留在了河西走廊上。同时，在河西走廊，汉帝国还设置了两个著名的军事要塞，玉门关和阳关，以此扼守西大门，并建立了面向西域的前进基地。这两个屹立于西北大漠的古代名关，是河西走廊去往西域的必经之地。在敦煌以西约80公里的地方，一南一北分扼天山南北路的咽喉。2000年来见证无数历史沧桑，被世人千古传唱。2000年云烟聚散，直到今天，尽管当年的四郡变成了如今的河西五座城市，但河西走廊的格局和其中四座城市的名称依旧没有改变。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河西走廊的打通为汉帝国带来了继续前行的机遇。公元前60年，汉帝国设立西域都护府，将今天新疆和中亚一带广大地区并入版图。至此，通向亚洲腹地与遥远地中海的商路完全打开。此时再回望地处河西走廊上的河西四郡的命名，更能感悟到汉武帝的智慧与深远眼光。只有控制了河西四郡，才能通过河西走廊从匈奴手中夺取并完全掌控西域，汉朝的版图才能到达帕米尔高原以西。在此后的2000多年里，这块土地和这条生死攸关的战略通道将在中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而打通河西走廊对于汉帝国而言，不仅仅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更奠定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基本格局。此时的汉已经成为和罗马比肩的伟大帝国，在两个帝国之间是安西与贵霜两个生机勃勃的王朝。
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置，河西走廊也从汉军与匈奴鏖战的战场急速转变为汉朝抗御匈奴的前沿地域。为了固守河西走廊，确保往来军民的安全，以长城为主体的防御体系逐步建立。长城是古代中国为抵御不同时期塞北游牧部落联盟的侵袭而被迫修筑的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最早的长城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214年，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派将军王恬向匈奴发起进攻，在秦军占据河套后，开始有计划地将秦、赵、魏、燕等各国修筑的旧城墙连接起来，从甘肃临洮到辽东绵延万里。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下令在河西走廊修筑东起永登、西至酒泉的长城等防御工程。已经停滞了一个世纪的长城开始越过黄河向西延伸。数年后，汉长城又从酒泉延伸到了玉门一带，庞大的防御体系横贯了河西走廊的东西两端。这个防御体系在当时被称为河西汉塞，它由烽燧、城障、雾院、出入境关卡等组成。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又命令在今天的内蒙古额济纳旗修居延塞，其北起居延泽，向南沿黑河河道延伸，分别与张掖塞和酒泉塞相连，在河西形成一个人字形的庞大的防御工事。这三段防御体系组合严密，烽燧相连，有效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畅通运行。此后，随着汉朝向西拓展军事外交，河西走廊的军事要塞沿着疏勒河流域一直延伸到古延泽地区，即今天的罗布泊。它们不仅构成了一条军事防御线，而且还是交通线和供给线。汉帝国中央政府的邮驿系统也随之延伸至酒泉、鄯善、楼兰境内。河西走廊一些缺石少土、流沙淤积的戈壁荒漠，给河西边塞的施工带来了很多困难。于是建造工匠本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将遍地而生的红柳、芦苇、芨芨草等植物茎秆创造性地运用到城墙与要塞的建筑之中。河西汉塞因此成为中国最有特色的边塞建筑。河西走廊也是今天汉长城分布最集中、保持最好的地区。这些长城烽燧在河西大地上纵横伸展，2000年来始终屹立在戈壁风沙的苍茫岁月之中，见证着汉帝国对这条战略通道的宏大经略。
公元前105年，汉帝国的使者沿着张骞的足迹向西来到了今天的伊朗境内，并拜见了安息国国王。使臣在君主的面前展开了华丽光洁的丝绸，国王非常高兴，也派出使者带着鸵鸟蛋和通魔术的离前人作为礼品赠给汉帝国。西域各国派往汉朝的使臣此来彼去，络绎不绝。通过河西走廊带到西方的中国丝绸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而西方的物种珍宝也沿着这条闪烁着丝绸光芒的道路涌进汉帝国的都城长安。在世界范围内的海运兴起以前，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向世界的最主要通路。2000年后，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所著的《中国》一书中，第一次将这条横贯亚欧大陆的古代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在长城烽燧与驿站驼队的映衬下，记忆瞬间回到从前。这是河西走廊的荣耀，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正在远去，飞升世界的丝绸之路已经启程。